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10号，讲讲今天印象最深的哈，就是说你看谁报道被报应了哈，恶有恶报了，或者哪片地区恶有恶报了。那么你就赶紧去查，是不是那片地区灭佛灭道冲在前头了？我今天昨天我就没说出来，这张高丽在器官活摘，修佛修道之人，这方面就是对修佛修道之人的器官活摘这方面，他有什么作为哈？是不是？我就没说出来，就只是说他接了一个追查电话，然后他好像是，对江泽民的这个。器官活摘这个政策呀、命令啊，他是认同的。哎呀，我今天查了一下，我就动了一下脑子。不对，他肯定还有灭佛灭道这方面肯定冲在前头了，要不然他不会遭这恶报的。全球恶名远扬啊，臭了臭了，被彭帅给搞的哈。那么。我就去查了一下，哎呦呵，他2007年在天津当头，然后这个2010年这个他就对这个天津第一移植肝移植中心，后来也不是肝了，什么都做了哈。就做出了各种讲话，继续做什么要，走在前面，要什么什么，就对沈中阳他们就这样讲话。那真是灭佛灭道冲在前面的人，所以他恶有恶报是有原因的了。而且他这个2010年起以后，沈中阳就当上副院长了，在这个器官移植领域方面，副院长升官的是不少，好多人当上副院长的是不少，但是短期内一下子，沈中阳就能当这个院长，这是还有很多特权，这是器官移植方面的特权，而且是军和地方2期的这么一个移植大夫，这个是很少有的，所以就都能看出来沈中阳有特权。那这个特权是谁给的呢？张高丽肯定不会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他主政的地区全都是器官活摘冲在前面的地区，对灭佛灭道之人。比如说山东，他也在山东干过吧？山东那个是，也是器官移植冲在前头的。那个，天津那就更甭提了。这个器官移植是向全世界做广告，天津第一。肝移植中心呢，后来就叫这移植中心了，就是各个国家找不到病的，找不到个肝脏、肾脏，这心脏的排队要排好多年的，就是又有钱能够有能力来这里做的他。天津第一移植中心，都器官移植中心吧，都招揽过来，
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啊！这张高丽他不得报应，谁得报应哈？只不过他报应的形式是他最亲近的人，然后他对人家，你想器官活摘都冲在前头的人，他能对他自己的二奶能怎么样？不可能专一的，也不可能给他名分的，因为他已经都是魔鬼了嘛。如果你器官活体摘除灭，这个修佛修道之人，那你就不可能不下地狱，也不可能不下这个，不是魔鬼了。所以他是魔鬼，他对二奶这态度，大家也就都懂得了啊。所以说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这都不是，说说而已的哈，这都是马上现世现报。你看他这几年干的事儿，器官移植，天津都到达5位数了。而且，就是他都不觉得自己是在害人，就是他们说出来这个话，别人调查员给他打电话，他接都不觉得吃惊，也不矢口否认，就平常到杀人呢，大面积的杀人。杀好人，杀年轻人的，毁掉一个生命都那么容易哈，而且是练功人的生命，那你想，那都是道德高尚的人，起码是要求自己道德高尚的人，要求自己做好人的人，他都能那么随便的杀，杀完了去卖他们的肝儿。卖他们的肾，卖他们的心脏和眼角膜，那你就想，他对二奶还能好到哪去？就是这意思哈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好，暂时印象最深的就到这儿，所以这是我的经验。这最近半年来，我发现就是，你看哪个地方有天灾人祸了？哪个地方人得报应了，你就马上去到网上去查，谷歌上去查，这个人这个地区是不是在灭佛灭道方面冲在第一线了？那这就天理不容了，那不报你报谁呀？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暂时就想到这，印象最深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看谁倒霉啦，恶有恶报啦，人也好，那片地区也好，千万不要以为表面上一个电话呀，他曾经参与过灭佛灭道的一句话哈，不是的，他全力以赴的冲在前面过，曾经这个昨天讲的时候还没发现，今天我才发现，哎呦！这张高丽，呵呵，不报应他，他报应谁呀？其实，人遭的所有的难呢，都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哈。所以他要是人正，这几年不使劲的发表讲话，在天津市，对天津移植中心那么鼓励呀，讲话呀，什么继续呀。开发这个领域呀，什么？他要不是给沈宗洋打气啊，还提他当院长，他要不干这些事儿，他能得到这彭帅这次这事儿报应吗？这都是表面现象，实际上是恶有恶报哈。
因为他比薄熙来两口子一点不差，在对修佛修道之人，活摘活杀，然后再卖他们的器官，向全世界做广告这方面，他比薄熙来更甚。他在支持嘛，而且他干的地区都是这样，你说他是不是魔鬼头子？省一级的魔鬼头子吧。千佛山医院山东那个，那也是山东器官移植的冲在最前面的医院。这个活杀修佛修道之人的肝和肾，还有眼角膜，那个天津就更是了。所以跟张高丽有关系的两个地区都是活摘人、活杀人，而且是修佛修道之人的器官的最活跃的地区吧。所以这是。老天不是不报啊，时候不到，现在时候到了，就必有恶报，而且是让他最亲近的人来报他。哦，这都是自找的了，人不正吗？太邪了。这是等待他的还不是这个呢，那是下18层地狱，而且行身全灭。好，这就是今天印象最深的。所以你们一看到谁有这些报应的事儿，你赶紧去到谷歌上查，他是不是修佛修道，迫害修佛修道之人了，冲在前面了，灭佛灭道方面他冲在前面了，人都干不出来的那些事儿，他都冲在前头了，那么他就必然遭恶报。谢谢大家，暂时就想到。